哇塞，都会跟九妹同台了。已经到了桃园棒球场，今天开始呢是为期四天的主场球赛，而且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趴就是格斗天王趴。哎，相信很多球迷都有玩过这一款三对三的组合对战游戏。今天呢，格斗天王趴就来到我们桃园主场了。除了来勾起大家的回忆跟游戏魂之外呢，其实我们球场还有贩售很多一系列的联名商品哦。光是我们的联名球衣就有八款不同的样式，不止球衣，还有纪念球、应援巾，好多好多商品，大家都可以一同来球场收集哦。耶，我看好主题趴了，就是这一次的主题趴，而且它很酷哦，后面是不知火舞。哇，那你今天是不知火舞吗？特别还好，没那么麻烦，要跟他一样。那你要用那个中分啊？对，中分啊。哇，用那中分一下。啊，有像有像有像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好美哦，那个配合。我们都回来了。真的很想我吗？我真的很想你。我也是。在韩国啊，我想小弟。我太想不会，你这次来几天？四天了啊！太好了，我们四天都可以看到都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Go！ 哇，连大荧幕都是格斗天王主题趴的 Q 版卡通。残酷了吧？那当然是林丹啊！对啊，怎么会那么熟？我从小看林丹跳舞长大，我还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林丹姐姐。最好是啦，她比我大，好吧？野球林丹，太难选了。有没有关注的啦啦队？因为有很多队有来上过队节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敢，我不太敢选。他喜欢短发。短发的我都超爱，真的假的？还蛮多的啦。现场的，他现场剪，他一直叫我要去剪短发，他才来上完球赛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你看林丹的这个五官可以驾驭短发吗？你觉得呢？就很可爱啊。一定可以，又不是不能讲那种敷衍的，很感觉说来太少三二。然像你看林丹的这种精致的五官，绝对可以驾驭短发。没错，剪。好，那总监你要帮我们见证，如果我剪短的话，他一定要来上完球赛。可以，他要穿什么？穿高 egg 的内裤，好穿内裤。不是我们想法，不是如果短发你不满意，我花大钱让你奢华接发，再接回来。对，他会让我接回来，接三万的。可以可以，好，我们先可以。对，我们在小晴的频道里组合。没错，今天要跟乐天女孩一起应援，你会不会很紧张？有一点点。他根本没在紧张，我说你要不要练？我说没关系，不用不用，我不要练。不是，因为我小时候要体验那种轻度球迷一样，就是笨拙的跳。啊，想要看怎么跳？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每个球迷都会跳。对啊。所以我就没有，我就是刚入门的球迷嘛。对啊。就是我也相当期待，就是准备这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应援。你要认真跳哦。不会，我会。然后不用紧张，因为我们都会在前面带。好，我就跟着你们跳。没错没错，就跟我小时候的回忆。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是 CRT 的。来来来，我们俊明九妹上场。好恐怖哦。俊明，他前女友来我问全蛋讲过他的歌。俊明。啊啊啊啊跳应援舞哎，结果你又不练了。待会我们不是要直接跳吗？有有有，我会在前面，我会在前面。你会在吗？对，我会在。那我会跳你编的舞啊。耶、yeah, ，可以。也、欸、不会太难吧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不是背手，不是背手，但是期待期待耶，期待准备。谢谢。
来来来，准备要球赛了，巴黎巴黎巴黎，快巴黎巴黎巴黎，这到底是谁？哇，我们的团长，呜，太美了，太赞了！一上场就看到团长这个打扮，哇，养眼养眼，就是化身为木之火，没错，太美了太美了。他刚刚说，哦，好难为情，对啊，超难为情，我丑个害羞，我刚刚一个人不敢走上来。他们陪我走上来，真的很漂亮，太美了。期待我们最美团长在台上一年。来来来，球赛开始。被同台了，谢谢魏全队进攻，场上打击郭天信。
束了，结束。现在举手。哦，都会来，我们一起跟我们的球员加油一下，一二三，加油！耶，准备跳完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超累，很好玩，但是也会紧张，也会累。然后你有紧张吗？你有到紧张吗？因为你一直叫我笑，我想说我脸。我在前面海景第一排，他真的从头笑到尾，笑到我觉得一度以为是在看谐星在表演，一度以为我超级，因为我一直说笑笑笑笑笑啊，怎么样在笑笑笑？但我必须说这一点真的表现非常好，因为身为一个啦啦队，就是要有灿烂的笑，没错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体验完上去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啦啦队？哎，我很 respect 啦啦队这一次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好累，真的太累，而且我刚刚那一局还算是很快的，对，超快。对，如果今天他很多个进攻的回合的话，那你就要跳更久。你今天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我们很少遇到就是来宾来跳，然后这么，而且现在下雨了，他收工就下雨了。哦，不过这个是 Sunny Boy， 好，可以可以，也希望你。多多来我们桃园球场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欢迎你，很香啊，很香，太香了。在工会旁边有没有觉得特别香？其实我觉得每个都很香啊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你怎么会讲话？真的、啊，我刚其实有。没有，我刚刚跟林丹说，我说其实我最喜欢女生。认真认真工作，然后他的那个光芒的散发出来的耀眼，然后吸引人的程度，其实远远超过我刚刚去休息室看。真的，他刚刚是完全眼睛发亮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哇塞，这些女生都好棒哦，对，好厉害。然后是我们很融入在自己的工作，对，而且用这样的热情带给我们的球迷以及球员。真的有，就是感觉来看球赛是很开心。而且球迷都超爱他的，一直有回答他，一出来然后大家欢呼，为什么男生会？真的是你是第一个。谢谢。如果上去没有人欢呼，我也会锁起来。其实也是因为有人欢呼，我就会笑比较开。对，你是人来。是我们桃园的球迷非常热情，那一定要再来哦，准备欢迎你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天哪、啊，现在下大雨，然后场地已经拉起帆布了。预计9:40开打，哇，辛苦工作人员了。来，球赛要继续开打了。现在是七上，然后2-2，平手的阶段了。没关系，咱们还有机会给他平反回来，加油！七下球赛开始哦。Hey!
可以的，耶，我就说吧，对，可以可以，表示我们非常的用力在应援，没错，加油，稳住他，最后给他稳住就没事了。